两本大法，两本大法。老板这只宝宝的资质呢稍微有点感人啊，一掷禁忌法爆，这种宝宝别听他们的打什么敏捷感知了，技能多啊，这个禁忌法爆就告诉你了，干的就是连击跟钝器。大法咱们都不认证，两个大法慌鸡毛啊，就先打便宜的输就行了，没有再生你慌个毛，对不对？你打法连也就是鬼魂弱点跟冥思慧根，他跟虚名有个毛关系？这只宝宝没有什么垃圾书啊，这本一致啊，这本一致不掉虚名，这只宝宝成了2000多的胚子啊，卖个10000吧，八红掉弱点了好不好？ OK 掉弱点了啊。下本书打法爆啊，打法爆还是打魔星？觉得打魔星跳一下吧，打魔星跳一下有点险，下牌的下波的资源很爆炸啊。 OK 1,2,3 啊，4鬼魂反正能中间叠个一致禁忌法爆用也还行啊。下本书打法波了啊，法波落在魔心位，这种宝宝打书现在的话这个阶段是怎么打都不掉啊，就快点打就完事了。鬼魂掉了吧，鬼魂和法连掉一个啊，他妈的法莲虽然不心疼，但是给我成！妈了个巴子啊！禁忌法爆掉，直接补高法爆了啊！一气呵成，打必成！这个宝宝要成了，这个宝宝成了，鬼魂掉了，鬼魂和强力掉了啊！1,2,3,4,5啊！还打吗？老板还追吗？这只宝宝打到现在特别的流畅，反正须弥是稳稳的一批啊。现在的话缺一本禁忌法爆，禁忌法爆我觉得位置是对的啊。连击漏须弥啊，稳的一批啊。好了，这样的话老板这样的话你可选的书已经不多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你只能这么用了好吧啊。 Nice